しみも乗り越えて行けたんだ。あの日あの時一人でいたらきさいたのあみ。午安 ，Hello 小布丁 ，Hello Bonnie，Hello 洛璃 ，Hello 贝卡 ，Hello 羚羊，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好久不见，过了一个放了一个年假了。午安午安，中午好。Hello， 谢阿凯送缘分相遇。午安，大家午安。Good morning， 大家很久不见，一个多礼拜了吧？一个礼拜多一点点，暑假几天？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哦，快两个礼拜，十二天。谢谢有个什么告白气球。午餐吃什么？我今天早上点了凉面，然后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谢谢咳嗽咳到吐送的元宵甜剧会员票，记得去看医生哦。如果咳嗽咳到吐的话 ，Hello 小何，谢谢玉珍哦，缘分相遇。反正呢，就是今天早上我就想要吃点不同的东西，我就叫外送。然后我就看着看着看着，然后哎看到有凉面，好久没吃凉面，然后就点了凉面。然后我想说要抽到那个有优惠，然后至少也要免运嘛。然后我就点了两份，然后它是不是那种有早餐饮料，它是有就是你可以点汤的那种。然后就点了两天的早餐这样。然后当我拿到呢，然后我发现它超级大袋，就是很大很多这样。我想完了。完了，怎么吃得完？完了，我说哇，我是这几天该不都要跟凉面过火了吧？它可以放那么久吗？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超多。然后早上我吃了那一碗凉面之后，可以说那一盆跟阿嬷的分量差不多，你知道？谢谢小和尚的告白气球。然后我就觉得完了，怎么吃得完？我要分几天？然后我就只吃了那个凉面，然后汤都没喝这样。我真的是傻眼，太多了。凉面大户，这个东西可以当大户吗？不必吧。一个礼拜没睡觉，不行吧？应该要睡吧。会叫美乃滋吗？不会。谢谢小阿松的掌声鼓励。自取干嘛就没了。谢谢龚大圣的加油呀，谢谢。Hello 浩燕 ，Hello 脸，你好，再见 ，Hello 马，谢谢龚大送的香槟，可以分姐姐吃，不知道她吃不吃。谢谢雨然送的缘分相遇，谢谢等人送的兔儿爷 ，Hello 阿波 ，Hello 志凯，午安大家午安，反正就是一个早上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然后我拿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我一个人吃得完吗？管理员看到我拿那张去，就觉得会不会我是大食怪啊？大食怪，才刚起床，早安。Hello， 大家中午好，中午好。不行了，超多的，又要放在那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仓库吗？你们的仓库吗？早安，早安 ，Hello， 人好 ，Hello， 我属 ，Hello， 越吃越冷，还好，今天没有很冷啊，今天蛮温暖的，然后这两天都挺温暖的，很开心。不小心坐过站，一到国关，辛苦了。
还好只是大概一站而已。肩膀变直，对，没有错，又要变冷了。对呀、啊，一直变来变去，真的是比女人的心还那个。前几天看到你了没？是这样吗？温差有够大，对啊，可以穿短袖，对啦，但是还是会冷。但我们练舞，不管季节，我们都穿。我都会穿一件短袖，再加一件长袖的。冷，热的话再脱掉一件的。你也不专情，他是最花心的。谢谢博成送的文手礼，嗨嗨 ，Hello 沙达，变得可爱，对啊，赎罪一下。原本其实我的时速我不开也够，但是我想说就是。年后要跟大家见面，要开一个小时，然后结果我真的是真的记错时间，然后我就不小心把工作练习，然后排到那个时间，然后我就，而且是有时间用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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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完蛋了怎么办？马上发阿吴道歉，然后我没想到拍自拍，但我镜头转到自己好丑，把关掉，算了算了，你知道练习就是一个汗流浃背，然后很丑的状态，然后我也不怎么会化妆，然后就是练习嘛，我们那种大鸡跳的时候是不会化妆的，然后我就天哪好丑，关掉好了，放阿呜阿呜比较可爱，阿呜阿呜阿呜，我找超久都没有好看的阿呜。我说拍张照片，对不起，这样反正我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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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是带来装饰用的，这也是真的，但是它是装饰的，对，超叛逆不一样。哎、欸，什么意思？一样啊？我今天有学按钮吗？没有。但我觉得先把阿吴的晕车治一治比较好。他比我还晕哎、欸，他是晕车小狗。然后，不要放狼狈，然后一辈子你们都喜欢留着我的那个现实动态，有些人都传得很快，吓死哎、欸，很丑的。晕船，狗狗赔罪，他也是晕船，不知道。狗狗，狗狗。应该会是落在二月底的时候吧，对，应该，因为其实中间就是有蛮多，应该说我们十七、十八，不是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八、十九，对，十八、十九，对不对？十八、十九是我们的四周年加见面会嘛，然后我们需要就是排演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等等，对。可是放在手机里还不是留了。对，目前都是每天都有培训，然后加上我们不是有说我们有在练习新的公演嘛，然后我们就正在激烈的调整当中，对，激烈的调整当中，时间吗？这时间的挤一挤还是有的，哎、欸，不能去了，为什么？阿杰道歉都没用，他人家学时间，练习时间很有限，对，练习时间很有限。我没有到忘的差不多了，我昨天有把，不是昨天，前几天就慢慢的把所有的影片再找回来，然后一天复习个两三首歌，然后一直重复循环这样子，对对对。谢浪客3681964送的兔儿爷。现在想马上就买，谢谢。想听一群天，哇哭哇哭。哎、欸，上次我帮你们谋福利，这次难道是要落在我身上吗？谢谢雪带吧送出的双手比赞。哇哭哇哭吗？
那我合照会结束了没？好像还没卖完哎。我讲挖酷挖酷，你会再跟我拍几张照片吗？不要让它空着好不好？有点丢脸。我自己买给自己拍，我自己去自拍好了。谢谢合照的守护灵，谢谢静静聆听这种缘分相遇。可是你们没有答应我呀，我真的是哭哦，我哭我哭哦，这不是挖酷挖酷，是我哭我哭哦。谢谢 Gavito 的草莓，谢谢情勒起来，你们用挖哭挖哭勒索我，还不是一样？既然没有人答应我，那就算了吧，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对啊，合照会也是。我们怎么都看到数量，好厉害啊、哦！相爱本来就相杀，谢谢草莓酱送的草莓酱，草莓酱送的草莓酱。哦，披上写原来，啊，我真的还不知道呢，我好蠢哦。谢谢小哈送的草莓酱，谢谢。Hello 夜兔，啊，你也要长这样？好像好像是说，哦，对啊。大家就是如果要合照的人啊，就是我说不管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确定想要的话，你就尽快的去下单，不然就会被试出，像现在然后就我不知道这样。什么叫试试看，搞不好玩瘦了。哎，好啦，我要想要什么就要哭啊哭而已，对不对？天啊，这影片会不会被传出去啊？会不会很丢脸啊？我在想这件事情呢，你们不要把它传出去哦，我们快疯掉哎！怎么办？他已经开始录影了，他怎么没有防那个道路模式？天哪！谢谢叶兔送的缘分相遇，我真的超不想被传出去，我真的超级不想，因为这跟我的人设完全不合。我是真的纯属是为了爱，怎么爱你们我才做这些事情的。你看我的背景音乐都生气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就哇哭哇哭而已嘛。我忘记平安讲什么，我现在蛮想说，那个是一代而已，那个是一代。啊，那个背锅背锅，都永远都是肚子饿这样。哦，你好聪明哦！合照的时候好像可以。你是不是商人呐、啊？好聪明哦！我这边讲哇哭哇哭，你后面就可以参加合照会，就可以得到下联。你可以这边得到上联，等一下就可以得到下联，不觉得很棒吗？像你们还是会骗我，很批呢？没有很批了，会不会被排挤？不会。合照不会穿安妮亚，没有，我没有穿安妮亚的衣服，对不起，没有这么大只的安妮亚，我怎么样也穿妈妈的吧，就发现我穿男装，我穿雪宝，同款品挖苦而下一句，不行啦，什么意思？开玩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没有说可以 cosplay 好不好？我们之前有说是不能 cosplay 的。我自己做的那件衣服也是很好看。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这样子，好像很嫌弃那件衣服。你以后你们就没有机会跟他合照了，拜托，我就不会再拿这件衣服出来穿了。你们真的是过分。我穿慢跑。不必吧。
有只安妮来撞我，好幸福啊！衣服做好了，我之前就做好了，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放到现在，应该要再拿回来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整理的部分。100分回答，穿什么都好看，没错。这查理宝送的温手礼。Hello， 小皮。这个可以啦，其实我大部分只是去修改它，然后去、把它变得跟之前不一样，很不一样。哦，对，这样。好啊，贝卡，拜拜，先忙，工作加油，工作加油。就拿送了兔儿爷，加大部分，就是要拿回来先试一下。Hello， 赌神，剪一半没有啦。那个太随便了，那跟马来西亚很幸福，想去亮当。那可以现在开始练习当一个树懒，可是你是敏捷性点超高的树懒，会跳那个五根五句鲁莽的树懒。谢谢汉分享直播，所以你们真的会买吗？我说我随便啊，我之前也有剪一次那个圣诞贴啊，我觉得我剪得很随便。除了签名是画画啦，可以发桌布吗？可以啊，合照会。我讲你们真的会来解锁下联吗？你好像大老板哦，天哪，你是那种惯老板哎 ，Oh my god， 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取，没关系。那我要讲了，你们不会逼我再讲一次哦，我是不会再讲一次的哟。有没有可爱一点的背景音乐？怎么这背景音乐好像都没有那么可爱？可爱的背景音乐在哪里？差点放成那个孤独摇滚的歌啊，放本家的。想睡觉可以去睡觉啊，今天气蛮不错的，可以睡一下。好难哦，好难哦，怎么办？真的超难的啊！先喝口茶压压惊。牺牲这一点没有什么的，对不对？牺牲这一点点，换来的可是自尊，对不对？胜负欲，可以的，可以的，加油。
哦，真的是觉得头好痛哦。我们今天开到这天哪！我从以前都不是什么特别会装可爱的人，真的从以前都不是，超级不是的。国中可能还是吧，有吗？好像没有。我国中应该是个泼妇，哎，好像也不是泼妇，旁边的比我更凶。啊，天哪！我看到跑马灯了。我以前得罪过的人说对不起。啊，啊，真的是啊，好难哦，好难哦，真的好难哦。我看到跑马灯了。刚进来的人一定不知道我在崩溃什么。每次都过了。谢谢，原来不是废物的会员，谢谢。在光太上的元宵甜剧会会员票啊，什么东西？元宵甜剧会员票，对，没错。感谢游戏机上的缘分相遇。哇！钱包怎么变续费？大家记得，参加我的合唱会。谢谢，原来有这种缘分相遇，谢谢。真的不用。谢谢志玲哥送的《赫鲁斯之梦》，谢谢。好萌哦！哦，谢谢你想送《缘分相遇》，谢谢。啊，什么东西？大家在讲什么？我没有哭，我只是崩溃。有人说这里不能告白，对，因为会失败。谢谢微积分大师兄的缘分相遇。现在闹钟声不会起来吧？我自己听可能会气死，一秒关，不要再听了，不要听了，不要听了，吓死了这样。我不可能跟琪琪告白，是每个人跟我告白都会失败的那种，不止你，告诉你。合照会关不，谢谢大家。我先谢了哈，我先谢谢你们了。谢谢热上的小鸡蹦蹦。没有啦，很快被骗就是我笨，以后都不会相信你们。还是11张，谢谢。小板面先生的相守之心，太累太累太累，直接被吓死，觉得压力好大。你说你的告白吗？可以呀、啊，我的话一定会失败哦。我对于那种甜甜蜜蜜的东西，反抗度是100。100%。握手会第一步，好啊，握手会有很多很多人还没有关布，大家都可以去填不同的成员，这样子也可以都填一张一张一张，就认识多一点的人也是不错。真心的。
猪说要跟你联播，但你会直接拒绝就放弃了。哦，对，因为联播我很卡，我不太喜欢卡卡的。说这一叠卷怎么一堆成员？人好坏哦，办法就合照，因为参加铁路有你有说过，加油加油加油，考试加油哎、欸！我昨天，然后去那个叫什么给人家剪了人类图，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然后我也请人家帮我剪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今年呢是充满梦想的一年，要买一张你不是不买吗？就是今年是充满梦想的一年，然后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趁今年去做。然后最好笑，这个真的，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跟我姐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姐就说我的梦想是躺着就能赚到钱，然后我就说那你可能最快的途径是结婚。然后我姐算了算了，很好笑，很好笑。红包，躺着算了，财富自由，对啊。结婚能赚到钱吗？可以啊，她老公会给她，就是钱吧，感觉就是会给。Hello， 咖啡你好。只看到我跟阿丽，哎、欸，可是，先撇开冰凉跟平凉不说，就会很快，就是，累积也很高啊，对啊。那从今年开始走可爱路线不错 ，No， 我的梦想途径不是那里，骗婚的权利，来没有吧？谢谢 M A 送的。缘分相遇，谢谢苹果 Q 送的缘分相遇。吃算了，没事没事。超多人，而且彩排好好笑、哦。我彩排的是哪一首歌的部分、啊？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在那个隔板的上面，然后我就跳出来，我就不知道怎么飞那么高，怎么爬的。谢谢 Hanabi 送的缘分相遇，谢谢。谢谢慧玲送的缘分相遇 ，Hello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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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 推广出去太好了，糟糕，天啊 ，Oh my god， Hello， 瓦特 ，What？就像他很讶异，曼宝超会跳，对啊，超会跳，他超厉害的，真的很厉害。谢谢大家追踪，今天怎么特别可爱？我想说，就是隔了大概12天没有开直播，然后特别就是绑了你们感觉会喜欢的发型，然后没想到你们还最后做这种羞耻的事情。谢谢咖啡中的缘分相遇。我没有看过这么会跳的，就是对一个应该说什么吉祥物。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嘛。我们平常就走，就是人家可能看不看习惯，好你喜欢。我们今天走也比较不一样。我不太喜欢双马尾，是双马尾真的是看起来会比较减龄，但是就没有到对很直重而且我喜欢看别人绑，我自己我可能看不下，我就是看不下去。啊、有，我有听说他们的团很多我们的粉丝，对，他们很可爱，也很有礼貌。到底要去买了没？先不要逼他们，就这样吧。Hello， 洋洋。对，我本来就是不是走什么超级可爱的路线，对啊。但我们的粉丝很多都是喜欢可爱的，
Hello， 黑流星，好久不见呢，嗨嗨，好久不见。Hello， 平平。两天觉得很累，辛苦了。我们那时候出去的时候人真的是超级多，然后我们也是有被挤掉。我觉得哇，虽然我来工作，但好像我已经来参展过了。我喜欢你，谢谢，喜欢原本的我。创业路线也是，我就是外表冷静，内心疯狂的人。嗨嗨，你好，泽伟。第一天真的超多人入场，后面后续几天好像就好。第二天之后，第二天有寒流，好像人就比较少。九人是 TP 粉，那一个人，那剩下那一个人是不是就不要再撑了？新的一年不是要当旁边微笑人吗？对啊，对。谢谢张爸送我带我去流浪，谢谢。全团粉，那好好。哦 ，HV 吧，啊，感觉风格真不一样。好哦，快去吃饭吧，拜拜，记得吃饱。Hello D。安安，谢谢分享直播。团粉赞赞。对啊，他走的是帅气路线的，但我目前就只有这首歌是比较帅的。但很有趣的是，就是可能公演，像之前的瑞士公演，比较帅的歌，我通常都会比较。就是会站到 C 位，或者是比较中间的部分，或者是 Unit 这样，或者是偏气质，就是可爱的那一个部分都是有轮不到我，就算老师自己排好都轮不到我。我说我就是男生，但在不同台有不同的神推说法呢。谢阿明送的红玫瑰。为什么踢足球选手他做错了什么？什么？你说青苹果吗？那题目不是我们做的，自己讲不出来，算了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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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很想跳，没事。我没有在敲门。我觉得帅气的歌我还是比较舒服，比较舒服一点。不是不用一直就是很可爱那种，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放在一起那个氛围感也不同啊。我还永远都记得啊，这次我就是永远都记得我跳那个天使尾巴，然后出来大家笑了，超难过的。我还记得我拿了一个气球出来，然后大家就这样，好过分啊，好过分啊。公司难得有一次排我一个可爱的歌，这样，然后结果，翁子竹说，很久以前，还没有分组的时候。我没有要可爱，我没有要可爱，我没有要可爱。有多懊悔吗？来不及咯。就是犯偶像的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要陪他成长。对，你看工大一定看了不少。哎，什么叫天使海拔？我刚刚夸奖你，你就这样说我，我要敬你言。呜呜呜。过分了耶！谢谢 Cash 送的幸运四叶草 ，QQ 嘞！太晚入坑了，潜水时期。
但没印象，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没事啊，没事。那时候我自己也跳得很厉害，而且我上场前告诉自己，好，我很可爱，好，出发。我很可爱。有爱生恨。笑死。你们要帮人家演话。你们有在帮他。笑死我，天哪 ，Oh my gosh！ 开始点肩膀，真的，农历的时候真的不要这样。今天微微送的缘分相遇，谢谢 Kiss 我们，是运势夜操，中银午安。明明才过了大概快四十分钟的时间，我就会觉得我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你们真厉害。有啦有啦，可以啦可以啦，用回来用回来了。先送一会儿加油呀。那你你有要去参加，有人要，会有人要去看那个思考卷吗？就快要开始了呢，我看他们好忙，一直在练习。现在买票还来得及哦，看昨天一家发文说还来得及哦，买机票，太远。哎，怎么可以用那个字？超好笑的，好喜欢。太夸张了。突然爱上你，好，我不这样唱。哦，我的唱歌老师一直问我说，不是问我说，他的小帮手说，七七有没有需要帮忙约课呢？这样子，我想说，对不起，我最近真的太忙了，我真的不行。因为我可以的时间都是可能早上，可是他是下午到晚上才会，就是才要开课这样，然后朋友完全不行，对不到那时间。谢谢柠檬送的兔儿爷，谢谢凡妮莎送的小鸡蹦蹦。是时间不允许啊，老师。Hello 七的维，谢谢送的缘分相遇。早上校车校车都会迟到，那是不是可以多睡一点？帅气风格的成员唱《星星病毒》了。哦，好喜欢那个之前的那个。陆世佳学员唱的那个版本的《星星病毒》好帅，半夜又不要，我以后我要休息，要睡觉，唱歌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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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你真的翻到了，太久，我该打点茶。上完课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唱歌没有这么硬了。就是我之前会肚子用力把它撑过去，然后声音会变不好听，然后也有可能会唱得很虚，或者是会跑掉。但是现在告诉自己是肚子放松，然后就会比较，就是他说气过声音就会出来的。对，谢谢嘉欣送的原本相遇跟红玫瑰，谢谢玉安送的红玫瑰。校车到就会错过，那你可以买个早餐在那边吃。哦，不知道，因为有些人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像日本就会在家吃早餐，然后我们的话是早餐提着要去学校吃之类的。你的尾巴快别脸大啊 ，Center 就是要聚一点呐、啊。感冒先挂停睡了，辛苦了乔毅，我会尽量不要太大声，吵到你睡觉。参加浪可以的吗？不知道，看有没有时间。太忙了，拿去学校当早餐吃。我早餐一定要吃东西，我不能不吃。
谢谢苦苗回苗，还是喵喵的意思，那是喵喵吧？谢谢送缘分相遇，谢谢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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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小鸡蹦蹦。谢谢杰克送的缘分相遇，谢谢大家追踪，谢谢。我之前去就是我那时候去年底，然后去日本就是玩嘛，然后我们是那种可能等一下就要吃拉面，可能我们是想好11点、12点还是要怎么。应该11点吧，然后去吃拉面这样。我们约定10点出门，然后我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一个面包，然后跟一个优格，然后我就边化妆边吃东西。我不能接受早上起来没有东西可以吃这样，就是我的习惯是早上起床一定要吃东西，不管中间有没有吃，我不吃也没关系，就是早上 一起来我就是要吃，大概是这样的感觉。谢谢阿明送的红玫瑰，只记得吃完拉面肯定水肿，但是太晚了，因为从迪士尼出来就太晚了。一直很想去居酒屋，可以去啊，没有不能去吧？未成年也可以去，就是他你没有不要去点酒精的饮料都可以。我觉得居酒屋东西真的很好吃，那个炸鸡真的很赞，很赞。我觉得我很常就是去不同的居酒屋，然后去点他们的炸鸡，就好吃的就会一起棒。就会想要继续去。Hello Never， Hello 志豪，早餐只吃面包炒米。我还有一个就是圆圆的像小餐包，里面有奶油，它奶油超好吃的。然后有一天我买到没有奶油的，超失望。但我本来就蛮喜欢就是白面包，但是就是我以为有奶油，然后我就哭哭掉。跟阿布吃饭，好哦，拜拜拜拜。哦，我以为是明太子山药，明太子山药也很赞，明太子山药很赞，如果有的话去吃吃看啊。我很推一家店。叫做无留守，它有一个什么鸡白汤泡饭，我没有骂脏话，它是这样写，那个汤泡饭很赞，就是我很饿或者是我真的很累的话，我可以一个人吃完那一碗的那种等级。然后它旁边有柚子胡椒，你可以这样拌，会很就是比较解腻，好吃的。谢谢 Never 送的小鸡蹦蹦。无留守，它在市民大道上，然后有很多加分店，好像是。我没有吃过拉面，然后再加饭，因为我通常吃完拉面加我就没办法再吃饭。但那个吃的时候，我是那种感觉，你们去吃吃看。今天第一节课老师没来，来了一个代课老师，代课老师人很好，真的假的？好棒哦！拿下代言哦，好好，我们好想代言一点东西。有没有各大厂商或是你们公司需要代言呢、啊？可以让我们代言一些东西吗？可以吗？谢谢好人送的草莓吐司。嗨嗨，谢分享直播，对，什么东西都可以哦。在吵我直接拿出我家那个东西来卖。但不过我爸有说过他年纪大了，他其实很想要退休了，所以他就是慢慢做，然后慢慢把它做小这样，然后会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对于这种东西又很不熟悉，对啊，可惜。我有从这边好带人，我会吃的很好吃。姐夫，他工作性质不一样。而且我爸
那前几天应该说在过年的时候，过年不是最常跟家人相处嘛？但这个话题呢，不免一定会落在你的工作上。好、哦，这是大家最就是我们去年电台讲过的，就是最害怕亲戚问的问题啊，这样。然后这是我爸就会问我说啊，所以你工作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好啊？因为我是不太会去讲，我哪里不好的那种人。然后我有时候自己忙着忙着，然后就会忘了，或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录节目或者上不同的同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就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我爸妈是说，就是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啊，干嘛干嘛的什么，就觉得，对吼，我真的忘记，就是我平常自己出去就自己很少拍照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被我爸妈念，说你就是要讲啊，我说我有公演有演唱会都有跟你们说啊，他说你上节目也可以讲吗？我说我有时候自己也不记得啊，直接笑说我自己也不记得，时间过太快了，时间在走，脑袋在消失这样，然后我就被念了。然后他就被念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就开始关心我的工作，这样说你这样子就会很辛苦啊。然后阿妈就说啊，跳舞跳那么累啊，跳咖啡戏啊，卖走哎，我就不行啊，阿妈不能说走就走呢，没有这么的轻松哦。阿妈说不要那么累，回来阿妈养你哦，阿妈让你吃饱睡好。很好笑，然后他就说，他说公司嘛，他说就是也不期望我们接啦，因为毕竟网络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这种寝具类的东西，床啊，或者是棉被、枕头套啊、枕头啊、床包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汰换率不高，因为像我的话，我也是。就是一颗枕头可以用个3年5年都没有问题，就好的枕头的话就一定可以用很久嘛，所以也不太会说一直想换。然后我也是只需要2颗枕头的啊，我楼上那一个有4颗枕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多。我说我姐他有4颗枕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我也只是需要2颗枕头的人这样。然后我爸就说，对啊，这是竞争很激烈，比较辛苦，就看要不要就是以后要不要转让什么的，就觉得好可惜哦。但是我真的不会。挖苦还是有用的，有哎。大家可以购买好的枕头哦，可以搜，不行哈，可以吗？今年是高中最后一年，希望自己有一个好成绩，一定会的。能去国外读书的人，我觉得多少都是有点实力的，就是那个没有实力。你可能还踢下床，因为我床很小啊，就算我在回桃园嘛，那我是单人加大那个床，就几乎是可以躺2个人这样，然后我还是只有2颗枕头，就这样就够了。乳胶枕吗？有啊，有。你说我们家卖吗？乳胶枕，然后羽绒枕、记忆枕，然后很多枕头有娃娃吗？有2只。适合床上滑手机枕头，枕靠没有，需要多个枕头叠哦。荨麻枕没有这东西。睡觉没抱东西的习惯吗？有，但因为现在棉被很厚，所以我就抓着棉被的脚，我就睡着了，就这样子。原本睡，那要不要买一个乳胶枕啊？好笑。代言自家枕头可以吗？我跟公司谈一下。我可以代言我们家枕头吗？钱代言费可是很贵的，那不如让我爸爸自己花这么多钱，我可能有点受不了。毕竟就传说我们的价码不便宜。
爸爸真的年纪大了，爸爸真的年纪大了，要六十了呢。亲情价没有吗？你说我吗？如果我要卖的话，一定可以拿到好价格啊！拜托，自己的女儿搞什么？又没有中间人可以抽，对不对？对啊。孝素，谢谢分享直播，谢谢。等身抱枕，这个感觉不用普通的那个伤，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不需要我们这种。最近可能有，因为我觉得自己有段时间没打，自从受伤之后，那就多多运动啊。受伤之后康复之后，还是要保持运动习惯，不然他可能就是要复健，应该这样讲。今天开到几点？可能是大概可能是1:30。后条件要加一个对情绪有点不用，然后我要结婚都是三十多岁的事情。你想算命就说我不能早婚，我就是一个很听信算命的人，他说我至少32岁以后，就32岁吧，我没关系，晚婚总比嫁错好。谢谢伯承送的赫鲁斯之梦，哎，还是有点距离，什么叫不远？哈。喂，膝盖撞膝盖，你的那个人还好吗？他是无敌铁金刚吗？大家那个，你们都是我爸爸吗？超担心我，是先不用，我自己都不担心。我觉得我爸妈就是很喜欢瞎操心很多事情，瞎操心。你们快要真的成为了我爸爸妈妈那种吗？疯狂瞎操心，我妈都会骂我爸说你都不关心你女儿，啊吧吧吧吧这样。然后我就是一个啊什么？啊！我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什么？你们都巨蟹座吗？你们都会自己想故事哎，想完之后再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啊，就很像那种，我是哪什么男朋友，然后我旁边女朋友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她开始已经脑补到最后了，然后突然扇我一巴掌说你干嘛这样，然后就那种感觉，知道吗？就就很像这样子的感觉，是我没有理清任何的头绪，但是我就被骂。然后我姐昨天就跟我说，哎，你就是在走我以前的路，然后我就说什么以前，他说就是我十几岁读书的时候，我说你读书还有这样啊。然后啊，我不是跟他分享吗？我昨天就是有请人家帮我解，就是法法的妈妈，她很厉害，我觉得她会人类图这样，然后她就帮我解了一些就是意思这样，然后她就说，我就说她就说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情绪化的人啊，我姐的十几岁的时候是关于读书这件事情，就是我爸妈会很担心，会想要介入，或者是帮她规划好一切这样。对，然后我就是那种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对，反正我的人类情绪化，不要拿那个情换成我的情。Nice， 不可以这样，笑死。反正呢，我的人类图呢，就是它的通道就是有颜色的地方是全开的，它是全开，好不好？我是个全开的纸张，我大开特开，我就特开这样，然后就是这么开，我是这么开的人这样，大家看过了，就是个很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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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就所有的通道都打开，然后他说我的类型就是会被情绪影响的
怎么像我是猪吗？但我其实小时候真的蛮好吃好睡的，真是跟猪一样。对，反正就是非常之 open 的人。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我这种人呢，就是我这种人呢，就是情绪会影响你的身体运作。就是我今天起床，我心情不好，我真的很非常沮丧。我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沮丧，就是。我不会因为某件事情转变得很快，我会因为身体的情绪而影响我后续的所有的东西，这样。对，然后我是一个，他也说我，因为这种全开的人，他也是非常固定不变的人，是因为全开吗？忘记了，反正我是，他也说我是个非常固定不变的人，就是你就是这样，你就是不会改的。他说我就是不会改的，然后我这样子。想说我最近还在自省，想说啊，天哪，我有些个性地方需要改一改，这样。然后一听他说我应该是不会改的，我突然觉得完了，我好糟糕，我好糟糕啊！我突然觉得我自己超糟糕了，然后又固执，然后又情绪化，也不是固执啊，就是我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啦。对，就是我自己脑海里有一个 SOP， 然后我会自己把它走完，然后也是有走所有的细节这样子。对，然后我再去执行这样。然后最有趣的是，就是只有我影响别人，没有别人影响我这件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好有道理，天哪，我好像真的是这样耶。是个，我觉得别人影响我真的很少，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是脱缰野马啦，我不是。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因为就像我姐跟我讲，爸爸就是想要规划我的往后的余生，这件事情，然后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姐，可能我姐就是在读书，然后我爸一直想要帮她规划她未来的路，这样的那个时期。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就是我跟我爸说，我不会读书，然后我不想读书，然后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你把补习班的钱呢，都给你姐拿去补习。我说目前的话，我觉得在我身上用这笔钱的话很浪费，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也并不是很有钱。所以我就不想要花太多补习的费用在我身上，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学不起来。然后我就跟我爸讲，忘记是什么样的情况讲，我应该是没有吵架，就是算冷静的沟通，在我国中的时候，国一的时候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这件事，然后我爸就比较放弃我，不放弃嘛，就是释放我，但还是逼我写书法，他还是逼我写书法。然后他觉得我心就是我比较着急，比较躁动，他希望我可以静心。然后我妈就是说，好，那你就不要学坏就好。就是我爸妈那个时候就是以那个状态去养育我这样。然后直到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你想要读什么？就是你想要考什么学校这样。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是，你知道我说我不读书嘛，所以我成绩就没有很好，就真的没有很好。然后我就在思考我应该走哪个方向。然后等我爸妈一直想要问我很多很多，然后讲了很多很多给我听，说你去读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学画画吗？你去读画画干嘛的？然后我想说，我画画我又不我是喜欢，但是我并不是说从以前就去学什么之类的。那我一定画不赢别人，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那我未来是走什么方向啊，干嘛的？然后我就查到幼保，我就看着我爸说，我决定好了，我要读幼保。小朋友钱很好赚，什么都能赚。然后我爸就被我说服，所以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看得出来，就是我想做什么，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以前到现在，突然觉得好像很有道理耶，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性情柔和的人嘛，但其实我不是耶，其实我是狮子座吧。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画，但是我都没有认真去学过，
好，我刚刚拜拜拜拜，先去忙，工作加油。Hello 萌骑士，所以我真的是很这样子的。我觉得应该是以后任何跟我相处在一起的都会比较辛苦，所以我觉得很感谢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很少也是有原因的，也不是说很少，就是固定的朋友就是那几个在轮流轮流。上星期是校车来很晚，最后直接叫 Uber， 贵吗？我不知道国外 Uber 怎么算。哦，我不会觉得很伤心啊，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我觉得朋友不用多，但就是他们跟我很好，很了解我，那就够了。对，刚说的才徐徐话才会是现在的水准吗？应该是，但是因为应该说我画画这件事情是没有的，我只有国小就学了两年，一年是一直着彩色笔，然后第二年是开始学一点点素描，水彩还没有学到，因为但是因为我姐就是她国小毕业嘛，然后就没有在那个画室，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去读，因为没有姐姐，我一个人在那，然后我很不习惯这样，因为我不太敢一个人去上课这样，因为年纪还小，就是塞流，那我妈就没有让我去，然后我只学两年，然后后续的话就是靠画课本啊，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讲出来就很不好意思，然后。高中的话，因为我是幼保嘛，然后也要学会一点画画技能，然后也从那时候慢慢累积一些东西。老师不太会教你太多，但是就是自己喜欢，所以你会更喜欢去研究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什么没过分的？往回看，发现其实很金牛的固执，也有狮子的强势，我就是一个变化多端。对啊，老师委托的业务也是。反正我从他跟我讲完之后，才发现哦，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什么都 OK OK 的人，但发现我其实什么都只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哇，以后更认识自己了一点。有趣，很有趣，很有趣啊！我觉得人类图蛮有趣的。我就是骨头很硬的人，硬骨头。谢谢028跟Hello 028跟049，你好。羊能不能一样做图？什么意思？谢谢嘟嘟，容易骨折。我筋骨软了，骨头硬很正常吧？烂梗哦，傻眼。蛮硬的，我耳朵。算硬吗？我也不知道，但应该算吧。啊，不知道。肌肉挺硬，肌肉是很硬，好，跟砖头一样。先休息，好哦，三路，快去休息吧，辛苦了。我觉得我没有很软啊，还行吧，正常正常的。耳垂厚吗？适中，我是一个没有太多福德的人，但是我有事业线哦。我现在努力把我的事业线画得出一点，我在努力的刮它，让它可以一飞冲天。可是我的事业线冲到感情线呢，好像这样好像不是很好。欸、但是我的左手，我觉得是，怎么三十岁之后要换左手？
但我的事业上有两个导文呢 ，Oh my god！ 导文听说不好，快点把它戳掉。大概不能用刮的、啊，独家曝光。你是你很记者。总有两个导文，但是我的他说我的人类图上面写说我是个。他问我说：“你想要创业吗？”哦，谢谢带把送的紫色泡泡，拆一个泡泡。他说我很适合创业。欢迎大家投资未来的话，他说我比较适合创业。哎，市长的话，你像我这么固执的人，对不对？我当市长还得了？你们可以乱丢垃圾，我说不行了。只要有人违规，就开罚单，就开，直接开，没有理由就开。有啊，之前。比如说很多的募，就是有现在有很多的募资平台，不能管说不行，这管那么细吗？我不知道，我没当过，但我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你知道吗？嗯。我偶像李真的要出来吗？但我一直很想要做，就是如果我真的想要创业或什么的，我很想要买衣服。对，我很想要买衣服，但就是啊，等一切都很稳定之后，才能去想这种事情。就是创业这种东西，并不是。就是真的没有想得很简单，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可是在我爸的嘴巴里听起来很简单。我爸就是一个已经创业过的人，然后他在我们年，就是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在他年轻刚跟妈妈结婚的时候，他也一直创业，然后失败，创业失败，创业，然后到最后成功，就是有失败很多次。对他来说，失败不算什么，就是他的样子这样。变成人生的缘分相遇。对啊，然后我就是有想过，就是我想去，因为我对刺绣，我就很喜欢刺绣的，就是的东西。然后因为我觉得很有质感，然后也有去想过，就是可不可以找到那种某种，哎，我这样就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大家先不要讲好了。就是我想的事情，但还没有。他再来看我的直播，好哦，我明天5点起床，辛苦了，早点睡，早点睡。对，爸爸那个年代创业跟现在不一样，就像应该说就像以前在你想要当艺人，想要当有名的人是很难的，但现在就是人人都有机会，所以就是对，今时不同往日。谢谢梦送的兔儿爷。一直靠白，一直失败，总有一天就会放弃。哎、欸，那你，这个事情好像不是用来这个。就是我想过，就是我喜欢刺绣嘛，然后那种纹路，然后摸起来就是很棒，我很喜欢。然后我想过，就是去找那种比较特殊的刺绣线，然后。去刺在衣服上面，然后可能是 maybe 是有颗粒感的那种不同的材料啦，然后或者是可以反光，然后或者是夜光，让你走在路上不会被车撞到，这种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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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材料可以做。对，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就还不知道，说不定某一天就真的可以成真，对不对？炫炮夜光，对啊，就是要炫炮啊，炫炮才会有人喜欢啊，对不对？这里告白只有野马，那你们还能撑这么久，真厉害。但一现在是还没办法做副业这种东西。好喽，波尼，拜拜，明天见。谢谢柠檬送的相守之心，坚定不移。研发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必需品，没错。这次衣服进度如何？哦，你说哪一件？如果是合照会要穿的那个，早就做好了。只是现在又要赶另外一批东西，副业的话，我现在对啊，以后啦，以后，以后，应该会开个机制，因为毕竟我不想要跟家里拿钱，我先跟各位干爹干妈先拿一点钱来做，我就会送你们独家好礼，你们可以买通会员，抱歉。私の私のことを愛して何もの糸地域の場所の方が痛いだろうか可愛いでとか届きませんねそのリプライ大好きなおのずか先投資一下不行 没有人敢给我按因为我手劲太大了大家会受伤嗯会受伤的我之前就帮很多人爱呢，然后他们就哇哦哇哦这样子，真的叫出来，真的叫出来，真的叫出来那一种，然后说真的，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我还没出力，按手吗？哎、欸，你们知道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穴道，就是你胃痛的时候可以按。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胃胀气超痛，然后在节目之前嘛，然后我就很认真想把它按掉，然后这样，然后我回去发现隔天淤青，我把自己按到淤青，直接按到淤青，你知道吗？超扯的。对，合谷地方，然后我就用这个地方按。一直这样，然后就淤青了。对啊，就是不舒服的时候，胃不舒服的时候都按着。然后有一次我就直接按到淤青，晕船有效吗？可能要按太阳穴吧，痛一下就会好了。哦。到现在还在用吗？没有吧。他们喜欢炒冷饭，就别理他们。谢谢好人送的紫色的泡泡，谢谢。拍可爱的歌，我之前有拍过啊。因为手更痛，给我按的话可能会这样。老粉才会用，资深老粉，他们都老粉了。喝完了。谢谢金总，缘分相遇，你新粉哪算？什么东西？
过分了，过分了，现在。我们就是太熟，然后都这样，懂吗？就这样。好可爱，前几天转的，可爱吧？是音符，但我发现转一个而已，然后放在这超级孤单，因为它跟小音的比起来，它逊色了，超难过的。想说至少。可以有一个陪小音，就发现逊色了。嗯，这是肉肉送我的，这个这是我自己转的。对呢，更可爱，放在这里疗愈，放在我的床头。紫色比较内敛，对，音符比较内敛。小音有帽子吗？一个是那个音符的小魔女哆啦咪音符，然后一个是库洛魔法使的小音。你要小心的梗吗？没有。嗨嗨，自伟哥。这个猫咪很可爱，但它太大了。Hello， 梦汉，可以周年演唱会跟见面会见。哦，确认我的订单到哪了？我还没修好我的裁缝机。那时候我说他家有 一台裁缝机可以卖我500块，我正在思考我该不要买新的吧，因为那台其实已经放了4年多了，我的布料，美美布料。很便宜啊，还没修好吗？对，之前有看过推荐活动，但没有买下，就少一点感觉。哦，买价很重要。那台有装过吗？他说没有，40年的，还能用吗？而且这个机器是不是不能送？不要再买在松烟了，那个土质要坏掉了。说他们学校有什么裁缝的，然后他就买。谢谢幻灯送的草莓酱，花自己组装。我阿嬷家有个也是很老的，然后也是可以当古董的那种。我大学是用那个做，就是帮系上做，就是那个老师做衣服。对，订书机型的裁缝机应该很快就应该蛮方便的。其实订书机型裁缝机也蛮方便，就是要贵的话好像也很贵。因为我曾经有想过，就是我没有做什么太难的缝纫，掌上。缝纫啊！我觉得要很好用的，好像也很贵。
对啊，价差很大。我觉得电子产品的这种东西，这类型的价差都超大的，我真的不知道看谁，你知道吗？啊哇 ，Brother 的缝纫机好喜欢哦，贵贵。哦，这个缝纫机也长得太可爱了吧！这个颜色是什么呀？好复古哦！不能再看了，我买布料花了有点多钱。哎，支撑梦想真是辛苦。看用什么？这看你怎么用，因为我是初学者，我就觉得我不需要买那么好的。像那个毛用品一样的概念，对。但我应该可以买，因为我的朋友怀孕，就是不是，是同学这样，那是我的好朋友，大学的。然后他就是我应该要开始准备一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男宝宝、女宝宝，但没关系，我穿黄色，两个都可以穿，耶。美术、音乐相关歌曲都会饿死，而且还黑眼圈超重，会很辛苦。开始当阿姨了，真的，我当姨姨了，原本就是，算了，不讲了。哦，前几天滑到一个IG 的影片，然后就是有个他们在电梯里面嘛，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个弟弟就看到一只狗狗，然后就问旁边的人，就说阿姨我可以摸这只狗狗吗？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叫姐姐，她说阿姨我可以摸这个姐姐吗？超好笑，阿姨我可以摸这个姐姐吗？好笑哎，我觉得超可爱的。哎呦，小朋友实在太可爱了啦！赞赞，我好喜欢，很好笑，那个超好笑啊！因为我可以摸摸这个姐姐吗？一个白一群白，那不太一样啦，那个一个白也是很好笑。喜欢，小朋友说这不会防针，对，不会，那就很可爱，很可爱，超级可爱，很有趣哎，我觉得。哎呦，可以摸这个姐姐吗？童言无忌，真的。来问一下肉肉他们家的裁缝机好了，你们家的裁缝机呀，长怎样啊？我下午再试一次，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再自己修一次。就那台买的好像没有很贵，那裁缝机。那时候我是买什么？在虾皮买吗？小孩最诚实。谢谢 Hello Ender， 谢谢你送的兔儿爷。我要去哪里修理？上网查一下了，裁缝机修理。
哦，好像有个地方可以修哦。它是卖还是修啊？好吧，好多人说不推荐，维修价格很高。你也在前面带工具去看看，可以借吗？嗯，为什么修裁缝机的店的怎么都这么的，就是怎么讲？评价都这么低啊，大家太严格吗？啊，这好远呢，我可能去不了这么远的地方，我没有车哎。哦，天哪，它好远，这里看不到，没办法抱过去给你。线它会转，但它线一直穿不过去，也没有很旧了。我现在没办法在床上开，不然床会长脏。我来查一下。忘记那是我大学的时候买的，所以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嗯，那是上下键，咬不住。哦呦，缝纫机上张力失效，大哥教我怎么？嗯嗯，大哥。这个在控制这一个夹盘，它坏掉的话，你怎么调都调不好。对啊，看看哦，正常情况下我们打压脚。嗯哼，先穿过去嘛，对不对，大哥？先给穿。没错，你先穿，我等你。对对，下面再勾一个。脚抬起来穿线。Yes。勾过去 ，Yes。你有错呀，这些我都有做到。穿这里。你有什么那？你有那个键是什么键？那它是松的。哦，那我们再转到固。那，它还是松的。啊啊！它是那个调那个线的那个。转到九，已经转到九了。它拉放了压脚，它拉拉下来，它还是松的。那表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作用。耶！这个情况测起来会怎么样？上线咬不住啊，在没有张力的情况下，就是张那个夹板没有把线给夹紧，这一定要送修了，要拆开清理，这自己怎么弄都弄不好，好绝望哦！大哥说这一定要送修，这自己怎么弄都弄不好，大哥。你试一次是不是跟我一样？我现在已经调到九了。Yep， 很紧嘛，对不对？咬住了。卡线对不对？没办法动了。啊，一模一样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把压脚抬起来。嗯。把这个说，它这里看它线都卡住。嗯。因为上面没有拉上去，所以上面会卡住。嗯，那怎么处理呢？把这个锁壳拿出来，线剪掉。嗯，我就是这样。这底下还有这些线，要把它清干净，对不对？通通把它剪掉。I know。千万不要从上面硬拉，要从底下分解，然后这样就开了。好绝望哦，大哥。有清干净啊，好绝望哦，偷讲电话，大哥，
他就判我死刑，真的没有救了耶！我的裁缝机，一模一样哎，真的，一模一样。先不要经过这，放下腰脚拉，这么松，转到九郎这么松，那你不用再试了，他肯定是坏掉这里，站立板出问题，里面的缝里面有一个夹板。有一个亮亮的夹板出问题，就要送修了，自己不要再用了。自己不要再用了，大哥说自己不要再弄了。我再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哈？嗯，换针，我不管。嗯。就是上线咬不住，上线就失败啊！又是大哥。现在来看，这台是群辉转。我们看看在什么群，再往上说，这里会跑过来。诶、欸？对，他回才可以拉出来。嗯，卡线最容易就是在什么情况？拆东西拆到一半，看到针上来了，可是这里还没拉过来，还没拉过来，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哦，完了完了完了，我刚刚收到死亡证明书了，我的裁缝机。我不认识他，我是上网找缝纫的，就是大哥，然后他就解说为什么你上线跟下线咬不住。我不是说那个有、没有上线那个啵啵，有没有上线那个啵啵，不是，我是说，就是我的裁缝机有分上面的线跟下面的线，然后上面的线咬不住的问题这样。麻痹 Q 了，哎呦！好想哭哦、我一直想说总有一天他会好耶、我不是轮子是下线，我是上线，是穿针之后的那条线，然后他一直卡住，就它戳不进去，然后还会卡到线。我问肉肉啊，他说他卖我500块，很便宜，500块还是可以的啦。对啊，对啊，我怕我不知道修了之后还。我先看肉肉那一台怎么样，因为我那台其实真的也蛮久，然后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它是多少钱买的，我记得应该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记得吗？我不记得咯。我看一下，看看你收不收得到。我现在在找有没有，就是以前的那一台，很久以前的那一台，它是一台粉红色的裁缝机哦。看我这个小骚包，小时候都喜欢粉红色。是这一台吗？好像是这一台哦，长得好像啊你。哦，它1000块钱而已，它很可爱。它是 Yokoyama 家用缝纫机。这上面有人在广告的，我找个别的不是的。
没有人家广告的好吗？欸，可是别人欸，为什么 每个地方卖的价格不一样？这家卖的比较贵哦，到底是哪一个？我到底买多少钱呢？这很贵，这台还是修一下好了。修一下好了。很便宜耶，为什么？有扣押吗？一点一点好吗 ？YA。这样这台已经在虾皮找不到了，看来它也是有很有年纪的。用料棉花，真假的？不好吗？就它很贵耶，在乐天卖很贵。这台在几，就是要卖4000块耶。它长得很可爱，你不觉得吗？陪伴了我好多时期。多不多很可爱。不说吗？好东西不说吗？不认识。午安。哇，他们家出的黑色那台怎么感觉这么帅？好黑呀、啊！报价要怎么报啊？上网问吗？我从来没有收过机器。问客服？什么客服？裁缝机修理。有一家就是，他们说没有到很好，其他都超远的，他们为什么就怎么都要远？看一下评价，很两极 ，Oh my god。你换了客服。有啊，你有说你会来，等你哟、哦。这个有客服吗？感觉就是修裁缝机地方，感觉都是老店呢、欸。
两节哪一边？在中山啊，抱着我的裁缝机，然后去中山。救我！救我！快救救他，师傅！让他活过来吧！啊！就是因为他上线一直咬不住，然后那个的衣服，我有很多地方都是用手缝，就是缝了超久这样。明明一条线嚓就可以过去了，我这边缝超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个也是可以用在快时尚的吗？不会吃到手了。真的，所以有些车线有点歪歪的话啊，就是因为我累了，反正没有叫你近看，刺绣技能点。哦，我超想哭的，你知道吗？就听到他救不活了。疯了！歪歪想要重手工，好吧，好吧。我觉得可能被推销新的比较有可能哦。然后我想到了，我昨天惹内土，他有跟我说，他叫我把再看看这三个字放在心里当口头禅。对，什么时候就先讲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他说我因为再看看很多，就是讲这句话之后才会做出正确决定。你当下决定的可能都会后悔。突然想到，再看看，拍拍看喷天，这个又有用。再看看，不行，你们刚刚已经看到我在那边挖苦挖苦，就一定要买。不会这样对我吧？恶魔的契约，讲好像很严重哎。先买一张压压惊可以。试一下我裁缝机好了，我再用我的洪荒之力去拯救他。哦，是1号吗？是可以这样算的吗？这样子算太快了。照早起，哎，我也有早起，我还化妆。不要这样，来嘛。500块可以了啦。我到了，会不会有点太早？
谢谢四季送的红玫瑰。友情价就是500块呀、啊！哦，啊！夫妻价有吗？是没有。会出现上班吗？我合照会是，对。一个月后我可能来不及做东西，好麻烦啊我。对啊，第一步好早，我也觉得很早。我很常被摆在第一步，你知道吗？我也是很困扰，起不来的人。不知道，应该不会动线很乱吧？相信我们的姐姐们，对，他们很厉害，专业的。对，我上次合照会也是第一步，很容易第一步。少数作息算正常，是这样算的吗？工作还给你挑时间啊？怎么可以？对不对 ？Hello， 鱼板。我首先还是第一步的话，那就是命中注定，那就是别的事情了，没关系了。天气其实有什么话要注意的话，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带着开心的心情来，那就好了。好像比较瘦，还好啦，我觉得还好，我没有这么 care 这件事情。嗨嗨，皮卡。要记得讲话哦，记得呼吸。放轻松，放轻松，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大家玩得开心就好。谢谢，这样子送的缘分相遇，吸吸吐吸，吸吐吸吸。我会让你，我会跟你说，吸吸吐气，吸吸吐气，请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也可以带个名牌，就是你自己做个小吊饰，然后每个成员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认识。对，这样要节省时间。自动瘦小脸。感觉我是隔嘴边肉人，两人出来比较好，为什么？大家都资深大佬，不会啦，不要紧张。弟弟怎么办？
我会吼，这样就还好，还好吧，我还好，我不会生气。因为对我来说，大家都很可爱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也觉得很困难啊。可是你可以绑双马尾，对不对？很可爱啊。推表越来越多，吼吼，被抓到吼！一定都是因为我太大爱了，大家才这样，没办法，我天性。你要想对话吗？可能就是怕，就是来不及讲到话，或是问问题之类的。不过我也会引导你，所以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啦，真的不用太紧张，只要放轻松的来，然后我们也会跟你聊天。然后我这次有想说要不要做那种，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就是那个抽小卡，然后这次呢可能是也是类似的，但是我还在思考。要做什么还在思考啊，对对对对，可是应该是会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好可爱。很多人都进来之后就会太紧张，然后就没有说到话，就比较可惜。但是，成员们都会主动找你谈话，所以就也不用太去担心这件事情。嗯，说不定我会跟你玩剪刀手布。这手好像听起来很像变态。放下自己不是弟弟，不需要，你不要交换人家，这不需要，这不需要，这不需要。那我们一路开到两点，天哪！可以唱剪刀石头布可以吗？也是可以。Mina 自创曲也是 OK， 也是 OK 的哦，是 OK 的。一直闻自己的手，说好香，好好笑。
么老板消失了，沟通上障碍可能会。我跟你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哦，你说你的老板不见了吗？那、啊、就继续休息啊，继续休息了，继续休息，太棒了吧！同事都不见，好像电影哦、喔，就是睡觉起来旁边人都不见，然后世界上剩你一个，好像这种电影，好酷。差不多要讲一下今天的排名了，因斯路吗？因斯路也不会只剩你一个，我没有看过任何僵尸的电影，因为我会害怕。有血腥画面通常都这样看，能遮就遮。好，第十名是刚刚，谢谢刚刚。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好，第八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七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六名是小何，谢谢小何。看哟，好，第五名是好人，谢谢好人。第四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三名是雪在吧，谢谢雪在吧。第二名是张达啦，谢谢张达啦。第一名是龚达，谢谢龚达。现在遇到鬼屋的伙伴，怎么像那个广告？好，我明天中午也会有直播，那是明天吧？我没记错的话。好，明天中午十二点也会有直播，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那我的合照会的合照券还有哦，如果大家心动的话，不如马上行动，好吗？耶、yeah ！明天见啊，可以撞一下我 IG YU 7.74，就这样喽，拜拜，大家拜拜。